台吗？好像有毛病。嗯，南头有电梯。哪儿呢？啊，真有电梯。哎哎，回来！你我电梯！你我这不电梯哎！我你出来！你出来给我！我操！你给我出来！你出来，危险！没事，哎呦我操！咋了？咋了，哥？出来，这他妈没有电，掉下去！哎呦哎呦！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操你妈，别动！哎呦我操！别他妈动，掉下去！别动啊、哦！千万别动啊、哦！把电梯门打开，给它关上干啥？谁他妈关的？我操你妈的！我操你妈！完了！你妈的！完了完了！你往外跑！完了完了！废了废了废了！这下他妈废了！你他妈别动！你别动啊、哦！千万别动，孩子啊、哦！听话，小弟啊、哦！听着没？使劲的，他往外扒，这是电梯门不关上了呢！操你妈！操你妈！电梯完了！告你他妈别进，别进的！操！赶紧给我出去！哎呦我操啊！太危险，别动啊！你千万别动啊、哦！两只手，我手链都快开破了。你别吵了，我听着，别动啊，别动啊！别动！别动啊！别吵了，别吵了！谁他妈唱歌呢？我给你插进去！哎呦我操你妈！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啊！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！告诉你他妈别进，别进的！这妈我抠不开呀！别动哦，别他妈危险！楼梯里掉下去啊！千万别动啊！千万别动啊！我看见你了，别动！我看见了，别慌啊，兄弟，你把手机的手电打开来。来，你往外掰，我也往外掰啊！啊、哦哦！等会儿啊，掰不动了，你们等会儿啊！掰没？哎呀妈！手！操你妈的手！哎呀妈！操你妈！别他妈手啊！你妈手啊！哎呀妈！我哎呀！啥事啊？哎呦我操你妈！手给我死！哎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操！我找棍儿去，兄弟们啊！咋的了？你说话来。连我等会儿去啊，等会儿我找个棍儿去啊，我找个棍儿去。开门唱歌呢，听着没有？你别吵了，我听着，别动啊，别动啊！别动！别动啊！
千万别用力啊、哦，别他妈电梯掉下去啊、哦！电梯别掉下去啊、哦！拿两只手往外掰来。一二三。哎呀，这他妈憋不动呢。别动啊、哦！别动啊、哦！别动别动啊、哦！千万别动啊、哦！我找粗点的，我找个大的。等我，等我回来啊！操你妈，里面缺氧啊，老铁们！里面缺氧啊，兄弟们！啊！等我，等我，兄弟！啥都鸡巴拿，啥都鸡巴拿！操的！我让你他妈啥都拿！兄弟啊，我操你妈，咋没动静了呢？兄弟，兄弟，兄弟啊，兄弟啊！兄弟，啊？给哪儿呢？给哪儿呢？兄弟，兄弟，给哪儿呢？你电个鸡巴梯电梯呀、啊！掰开问呐，兄弟啊、哦，兄弟你在里面没？一手掰不动呢，兄弟啊、哦，你在里面没？兄弟你在哪儿呢？兄弟啊，兄弟，兄弟啊，你他妈跟我俩玩呢？兄弟啊，兄弟，哎，又窝上了，你他妈跟我俩玩呢？兄弟啊。告你别他妈啥都拿啥都拿的，还是我华哥，兄弟啊，兄弟，青姐呢？给哪呢？我青姐，她跑哪去了？打个电话，我这电话直播呢，我这电话直播，那电话没有的，有的。我操，那电话没拿，操你妈！我那电话没拿。哎呦我操啊！你给我打，我没记住他电话号啊。我取电话去啊！我取电话去。老铁们，等会儿会卡一下子啊！等会儿兴许卡一下子啊！你瞅一眼，妈呀！
兄弟啊，不能出事啊，兄弟，不能出事啊，兄弟不能出事啊，兄弟，弟弟，哥救你啊，哥救你啊，你不能出事啊，兄弟啊，兄弟。兄弟啊，兄弟啊，老铁买卡不？老铁们啊，老铁买卡不？兄弟啊，几老弟啊，几老兄弟，看一下一楼电梯，一楼电梯在哪儿啊？兄弟啊。兄弟，我的妈呀！兄弟啊，这啥呀？有个兔子吗？有个草。兄弟啊，兄弟啊。你在哪儿呢？你在哪儿呢？你在哪儿呢？啊？你干啥呢？没妈妈，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看着我孙子。你给谁打电话呢？给你妈打啥电话呀？没事没事，我呼吸费劲了。这他妈是哪儿啊？你跑这里干啥来了？你他妈咋跑这儿来了呢？眼睛还能掉下来了？啊？你能跑这儿来干啥你呀？你他妈咋过来的你呀？不知道脸一黑就下来了。啊？我刚才呼吸费劲，有人勒我，刷一下子就下来了。我想上去，我没有劲儿了。来，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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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过来，来。哎呀，我操！来来来，蹲一会儿，蹲一会儿，来。是啊。哎呀，这心给你吓的，蹲一会儿，蹲一会儿，来。感觉刚才有人勒我。谁勒你了？电梯，我刚才咋都出不来？你怎么不救我呢？时空转移，下水太不听话，太不听话了。那手啊，那一劲忙活捡这捡那，你蹲，你给他蹲一会儿来，赶紧让他出去啊！哎呦我操啊！感谢我哥啊，谢谢我老子哥啊，感谢我老子送来的什么玩意儿了？哎呦我操啊！刚才给谁打电话？妈妈？我给我打电话报警了。什么？感谢我华哥啊，谢我华哥送来的大龙。你打电话报警了？没事，我听着你的声音我就给撂了。上车去。不上。啊？不，你哥哥。上车去。不上。听话去。不上。哥呀，你是我哥。不上。你是我哥啊！你是我哥。我操！我有点迷糊了。往后让你给我吓迷糊了，兄弟，真的。那我去啊！我告诉你，没上不上电梯没？我这都掉一楼的、啊。你怎么掉一楼？我问谁呢？我现在嘴唇都麻了，我现在鼻子我感觉。大哥，我求你上车行不？不上。啊？我保护你，没事。我电梯咋下来的？电梯咋下来？来来，我采访采访你来，你咋下来的你？你逗我玩呢不？话筒呢？啥话筒？能照着我不？照着你了。亲爱的贺先生，老铁们啊，刚才我走入电梯啊，完事儿贺哥告我别进来，出去，我就看着我广告牌。啊，上边好像还有个符啊，我就一摁那块电梯门瞬间就关了。哪地方有符啊？就是我一进去，你抬头一看就能看见有符。走。写的是缝什么玩意儿？写的什么缝？完事儿吧，我一摁那块瞬间就关上了。我说我咋扒拉扒拉不开？我喊你，你也不救我。我不救你。啊。完事儿，我开始感觉俺俩扒拉一会儿，我可能劲儿使大了。你拿手机给他比了啥呢？麦克风啊？话筒。完事儿，我呼吸又费劲了，我感觉后边有人勒我一下子，我脑瓜一黑，我
完就跑那个前面那块黑门那块的电梯那块，完我就转圈找你，我喊你你也听不见，我又打电话，这就是过程。完事你就看着哥呀，我错了，你别他妈折磨我了，你上车吧，行不行？感谢我老子哥，救我！你妈，你他妈别折磨我了，你是故意的你？我是不是故意的？啊？我脑瓜一黑，我就掉下来了。哪黑了？脑瓜的黑，眼睛啥也看不见了。哎呦我操！你他妈真是个人才呀、啊！你再说了啊！我要是从电梯……这个小兄弟是谁呀、啊？以前没见过，祈祷地也是粉丝。那刚退伍刚回来，那么高的楼，我能瞬间掉下来呀、啊？你跑挺快呀、啊，你呀！是我跑的，啊？近呢？你跑挺快呀、啊，你！我要是跑，你说能听到声？你是，我真掉下来。走，我看那符咋回事？走走，上符。我看哪嘎有符来？从哪他妈下来的？从哪进去的？电梯给哪儿啊？啊？是啥人啊？电梯给哪儿啊？哎。你让他拿点东西，不拿东西啊，不知道咋不都走不明白。你看他妈一见着酒，你要喝咋的呀？不放你丫的！你整他干啥呀？有老铁那想喝酒的买限量的。你有毛病吧？啊？你别动！你别，你整你干啥呢？接点带回去。玩呢，我跟你玩来了。大姐，大姐。啊？大姐。我跟你玩来了咋的？没事。有喝酒的吗？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我操你们！过来！你妈呀！咋了哥？你妈呀！我操你妈的！得亏他妈能打开、啊。整来个祖宗，可不是咋的。整来个活爹。哪块儿啊？给我压箱啥事儿 ？SB 真的？谁夸我呢？嗯？谁夸我呢？你哥。我哥夸我呢。他夸你 SB。感、啊、谢大哥夸。感谢我华哥送来男朋友。处对象吗？啥时候处对象？你看你板了。你烟放哪儿了？啥玩意儿？你烟放哪儿了？你找着。放这儿了。你别整酒了。不整酒了。你白整啥呢？你干啥呢？啥呀，一股味儿啊！嗯，一股味儿啊！啥玩意儿一股味儿啊？真他妈酒一股味儿！你摆弄他干啥呀？哎呦，我真他妈冲啊！这谁能喝点这玩意儿啊？你摆弄他干啥呀？别摆弄了，转一下自己看看。哎，你转一下，转一下转盘，转一下转盘，转。没事啊，我中奖，中奖了，礼盒一瓶1073。老铁们，这逼玩意儿自己能转，刚才。白酒一瓶。啊，兄弟们，刚才自己能转。啊？看见没，兄弟们？你抓住他，你抓住他，你按住哪个了？你抓住他。抓住了。后勇啊，自己啊，刚才自己能转，老铁们。我操！别动！不是，他自己动了。你送开，来，把手送开。别怕啊！别怕，哥，我不怕。别怕啊！保护你。里面有东西，看着没？后面有东西。后面有东西啊！后面财神爷。不是后面财神爷，不是这个转盘后面有东西。干啥呢？转盘！我操！完了，卡了！转盘后面有东西啊！别动，你站等我啊！别动啊！听着没？没动。别站，别！我操！别动！别动啊！我上后面看看去啊！哎呦我！啥？别吵吵！你他妈给我吓一跳！你他妈给我吓一跳！你是二逼不你呀？没事！哎呦我操你妈的，没人啊！要你踹啥来了？啊！踹他干啥呀？别他妈逮啥动啥，走！我练我忘了我干啥去了。走，往那边溜达溜达。忘了我是干啥去了？别动他！
我一脚能踹翻他。干，给他踹翻了，来。来。不是，拿下来踹，给他踹瘪了，拿下来踹，给他踹瘪了。我哥说干来，拿下来踹瘪了，给他拿。就我这儿，看我这死在给我点彻底的。没事，你行。我这，你是哪个？有缺保不要的吗？嗯。有缺保不要的吗？有。哎呦我操！这啥腿法？干啥呢？干啥？二逼倒吵的你！你得又逮啥拿了？别动了，行不？我这安徽的，安徽。老板，哎，对呀。是不是这碗的事儿啊？啊？是不是这碗的事儿啊？这我得掰一下来，你尽量我自己掰。小玉儿姐啊，别他妈敲我，敲他干啥呀？哎呦我操，放电梯门口就开了。你把那碗拿来，啊，把那碗拿开，拿来拿来，放那丫子，放那丫子，你放那丫子。哎呦我操！这咋整的呀？掰上面，掰上面。你他妈真废物，真的！你他妈啥也不……妈，完了，这下完了。碗拿着，碗拿着，走走，碗拿着，一会儿他妈出去咱买点米给人装上。一天他妈干点活，真啥也不是，真的。小玉儿妹妹啊，太好看了，这礼物那必须的。哎，真的，我跟你一天我太上老火了，真的。你好好拿着，你这是干啥呢？不，东西这东西不都得拖着吗？别他妈敲碗呢！敲啊！不是，别敲碗，电梯开了，开了，我操，开了吗？你他妈这个鬼敲来，大半夜敲碗，别他妈敲碗呢！拿着拿着，别你扔了，咋还？哎呦我的妈！那玩意儿能召唤你吓我呢？走，我先走来，我先走，别他妈敲啊！大半夜敲碗不好。没事。啥玩意儿没事啊？你他妈别敲！没事。你他妈别敲！爹呀，我的妈呀！你他妈别敲啊你呀！我没敲。你怎么给招来的？我没敲。哎呦我操！爹呀！走吧，探险去。你他妈啥也不明白，你别敲。我今天必须给这玩意儿收了。哎，这不我刚才东西吗？哎呦我操啊！别敲，拿骨灰盒放上面放碗敲。你是二逼，感谢我老子啊，谢谢我老子哥。刚才的老子和华子哥呀，你看还有我初九咋的呀？干啥？还有初九大哥，你说你拿的是啥盒呀？弟弟做的对不对？啥玩意儿？你做的对不对呀？敲这碗，弟弟做的对不对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说，彻底废了，彻底废了，让你给整废，你出去吧，你出去吧，行吗？对不对吧？你出去吧，哥给你刷一个炊烟四工，你出去吧，你开直播我也给你刷一个。不可能，我是差那一个炊烟四工的人吗？啊，不差。我是想保护贺哥压楼梯。你再敲，你再敲，别敲了，别敲，脸都绿了，前面来啥玩意儿？我操你妈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我
操你妈！你小点声，别给警察喊来！你傻逼！我操你妈呀！你给我滚犊子！别他妈跟着我！我操你！哎呦我操你！你他妈晚呢？晚呢？我不刚才一直挂绿呢？啊，那就对了。这是啥呀？被他妈瞎动，放那嘎达，被他妈瞎动啊！我说我操！你他妈的！我没打。他掉地下了，哥哥救我！滚犊子！是你死吧！救我！你给我滚犊子！真是个二逼呀！这有碗，这有碗。这他妈还有大米饭呢，太好了，装点米来，太好了，这可咋整？哎呀，把大米给我装里，天佑我大傻呀！哎呦我操啊，你真的，别拿了哦，好了，放着，别动了，给盛一处，那个电梯呀、啊，对不起呀、啊，啥玩意儿能电梯呀、啊？那谁呀、啊？电梯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把你的碗拿走啊！这个要找你就找贺哥吧，我祈祷贺哥，我保护贺哥，我也错了，也找我，也别找我都行，找贺哥也行，别找贺家就老铁。我有你他妈把我老铁带上干个嘚儿！找咱俩行，不能找老铁，我一人做事一人承担。神灵。神灵。一人做事一人承担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要找就找我，我一人承担。对，都你事儿，对，都欢迎我橘子妹妹啊。走，我是。对啊，走吧。这就完事儿了。哎，我放那家就行了。对，你藏一处我就完事了，我怕他妈的你遭东西啊。那就行。哎呦我操！我这一天跟你操老心了，你走道瞅着点儿你。哎，真的，我一天我服了。我操你妈！别回来，别啥事儿了？没动。啥事儿了？啥声啊？不到啊！说那碗又找我来了。盆掉了。你扒拉的、哦？我走你前面的，我咋扒拉呢？啊？我走你前面，我咋扒拉呢？我他妈寻你扒拉呢，坐。没事啊，他就新贺。又操！啊？这像不像上回老头那棍儿啊？哪个老头啊？社区送温暖那个呀。哎呦我操！这是好像变魔术的。我操！别怕，没事儿。门咋关上了？没事，那啥，鬼关的没事儿。谁？听着，我唱你妈！谁唱歌呢？我没唱啊，我唱歌比这好听多了。谁他妈唱歌呢？你干啥呢？滚着，就过来！你电话呢？兜呢？拿来，打开。你是不是就摁啥上了？没有啊，啥也没有，啥也没有。这他妈心给你吓的！我电话咋到了？我想不想？我自个知道。我他妈电话还没拿，肯定你妈摁啥上了。你们别吓我啊！没有。就是这梦，是吗？上前面去，你干啥？给哪儿了？上前面去。离我近点来，别离我太远来，回来。
鸡巴了，哎，我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别动，干嘛？什么玩意儿？说厨师来了。啥鸡巴了？刚才？还是什么玩意儿呢？白眼的扫白呀！别动人家东西啊，千万别动啊！厨师吧，不知道啊。刚才出来了，刚才出来是吗？就他妈这一块啊，别让小孩儿了。你别动啊，一动没动啊，一动没动啊。就这块儿，刚才在我身后来的，啊，刚才他妈在我身后来的兄弟们啊，心有敬畏，对，无意打扰，无意打扰啊。什么玩意儿呢？你别动啊！没动啊！我一动没动。小心点喝，家小孩干点儿。你撇的啊？没有啊。你过来。我操，妈脸都绿了呢！我操！炒菜啊！我想做饭了。做什么饭？你听我，别动啊！没动。灶台着火了呀！啊！灶台着火了咋的？咋的了？没事啊。啊！我操你妈！你别动，你喊，骂他。